哎，这个我教过你们要学会用肘啊，来一下，你们两个人来摸来扶我肘，随便来，你们这个肘手放用掌贴，用掌贴，掌贴贴着推，你这个手放着不要力量，然后人家给你一个力量。你感觉到那个力量了，手肘出去，这是肘肘的力，好，回来推着，这是肩的力，有体会到吗？有体会到吗？这是肩的力，好，推着，你们开始不要走多，人家给你力量，不要走多，压力在手肘了，是不是？你的手臂松掉，压力在手肘，你就。手肘，压力点在那边，你的手肘出去，手肘出去，你先要分辨的出来，你是用手肘还是用肩膀，手肘，整条手臂都松的，只有肘，我这个肘往这走，你看，往这走，也是一样，是不是？往这走，还是走，是不是？往这走，抗它，往这走。你们找人去练，一对一也可以，练习那个压力点。先会用肘，只用肘。你的肘先要会主动的动。啊，你那是用肩。你们找办事，碰到压力了以后，我用这边，它是不是变成往上了？力量它也有力啊，可是力量变成往上了，表示什么？表示我用上臂的力量，所以它变成什么？它变成这个大臂啊，你用这个到这边用这个力量，你变成大臂往那走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就不是走了，走是什么？走是这个，你的力量错了，你看这个。他是这个，他的力量是一直是往那边去的，这样不懂，所以肉是软的，所以你用肘的话，你用肘一定配合什么？他的力啊，你看是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他是这个力量，所以肘的力量一定配合。来呀，我还没示范完呢。肘的力量是配合什么？是这个，那么懂？它是这个力量，它是这个力量，啊！所以我们刚才在做这个的时候，你还摸着，你看，这个地方，它就是什么？它就是这个，它是这个力量，那么懂？它是这个力量，所以当我这个一直在回来的时候，你看，你推我。我这个力量是没有断的，我这个手臂回来推，这个是没有断的。他，你不能说我这个回来，哎呦，回来跑掉了，没有力了，听不懂？所以你这个力量不能断掉，这是走，啊，所以你在这边你也不能说啊，我这样子回来，你看上臂力量往那边去。晓得吗？所以你的上臂的运动方向跟你要做的运动方向它不合了。你这样子回来也是一样，你这个手的运动方向是这个方向了，手的运动方向跟你的力量的运动方向它不合了，听不懂？那我要的力量是什么？我要的力量是这个力量，你看这条线上面的力量，这样懂？所以这个我要的是这个力量，所以我的动作不能离开这个，不能离开这个方向。啊，这样懂？所以我说八卦拳是一条线，你要做出这条线不容易。啊，它是一条这个线。
因为我做这样子，这就不是线了，这不是，这是弧了，这是一个面了，晓得吗？这变成一个面，这变成一个面，你看这变成一个面了。所以要线，这个长粗，这个长粗，这是一条线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的肘肘啊，我必须是这个线，手肘还必须是在这个线的上面啊，是不是？我这个长在这边粗，手肘过去，还是要在这个线上面。要不懂？你如果这样子回来，这样子手肘它没有力量，它没有劲，它没有进去了。看不懂，你看那样子没有了。前面好像可以，但是到不行，前面也不行。你看哈，你到这边来，你看，如果是这样子，那我们对着，我这个手在这里，还是跟刚才的观念是一样的。我如果这个进来，这个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当我的肘进去的时候，你看。是不是这个力量不能跑、哦、所以我这个是要顺着这个，我这个要顺着这个进来的，晓得吗？你不是这样子啊，听不懂？所以当我们的手走过去，每一个关节在变化的时候，另外的关节它不能弱，不能走掉。看不懂？所以不同的关节要做不同的事情，这是他困难的地方，但是一定要练。你那个回来手没力，肘也没有力。你看，看你再来做，你到这边来做。好，你做，你们看哈，这样做，好，走，好，这手回到这个地方，你看，这个也没有了，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没有了，啊。我这边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看有力，你看，你是这个力，是不是？我如果是一个连贯力，你看，我是一个连贯力，是这样子的力，有没有？你看，这个力。当你是一个连贯力，我的手肘出去有力的时候，连贯起来，这边也有力。我一直走，你看每一个地方都有力，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每个地方都有力。看不懂？啊！啊！再去试试看，有压力的情况下，用手肘去抗那个压力。